好，那我们第一国际呢，今年刚好也80周年，还是8周年啦、啊？他们也庆祝8周年庆哦，哈、哦，庆祝8周年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带来呢，今天有准备很多好听的啊，这个国台语歌来跟大家分享啊、哦。接下来呢，带来呢一首是这个，等一下有一首第二次演奏的日本老歌哈、哦，日本老歌，等一下再为大家演奏。那先带来这首呢，齐鲁巴节奏，很多朋友最喜欢的啊、哦，最喜欢的。歌名叫什么？有没有人知道歌名？帮我打拍子，打拍子。等一下再来一首西洋的，再来一首西洋的。
这边的朋友超热情哦，而且今天你的看卖，规个娱乐码头，客满客满，看无啊，客满哦，很难得呢。现在可以晚上看到这么热闹的地方，而且呢，你看看有音乐，有舞蹈，有音乐，有舞蹈，非常的健康。来个最健康的掌声。而且呢，就像刚刚讲的，正向光明，正向光明，大家讲一下，正向光明，正向光明，正向光明。你等于等于把刚刚讲十遍。好，那刚刚呢，台语歌之后呢，我们要换西洋歌曲了，西洋歌曲了，西洋歌曲也是很多朋友喜欢的哦。等一下呢，还有压轴，岛灰卡阿娜。岛灰卡德达，今天呢热情演奏这个世纪名曲岛灰卡德达。今天这条歌哈，转线糟蹋头，都爱伫到演奏上好啊。当然是咱安平的什么岛灰啊，安平的岛灰上有名哈。好，阿咱先来把手，先来把手，先来演奏这首哈，跟动物有关系的，形容动物哈，很漂亮。形容动物很漂亮，歌名四个是台语耶，歌名四个是动物的歌，叫什么？有没有猜得出来？四个是台语。掌声鼓励答对了，可爱呗，可爱呗啊！大家会不会学马的叫声啊？这边的朋友学得很像，再一次。嘿，熬熬骨熬背熬牛。好，赶快带来这首台语歌，台语歌，轻松一下，轻松一下啊！拍手，拍手。